你明天要飞什么班啊？旧金山啊。你明天要飞旧金山哦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过啦。我终于拿到登机证了。等一下登机的时候啊，希望可以给到我一个惊喜。为了怕被他发现，我刚刚还换了一整套衣服。我被发现了。那这一次啊，我决定要跟飞老婆的航班去美国的旧金山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，知道我老婆是一个空服员，那她其实做这一行已经做了超过十年了。上个月啊，她排到一个美国旧金山的一个航线，那时候啊，她就有问我说，愿不愿意跟她一起飞这一个航班啊？其实老婆做这个工作啊，做了那么久啊，其实她都有长班的忧郁症。那如果我可以跟他一起飞这个航班呢、啊，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。以往啊，露营啊都是老婆跟着我去露营，那这一次啊，换我跟飞老婆的航班。我刚刚已经买好了我明天要去旧金山的票，但是因为我买的票啊是员工的家属票，所以它是有一些限制的。我们的顺位是在所有旅客的后面，所以不见得可以顺利的上得了飞机。总之，明天我打算载老婆去上班之后，我再默默开着车，然后去机场报到。那希望一切可以顺利，在飞机上可以遇到老婆，然后给她一点点惊喜。当然，这一次也会记录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去旧金山的这一个旅程哦。因为我自己也很期待，我也有联络我那边的朋友，他会来机场接我。那总之，这一次啊，希望一切顺利。明天我们机场见，耶、yeah! ！你明天要飞什么班啊？旧金山啊。你明天要飞旧金山哦？对啊，我跟你说过啦。那、啊、你要去很多天哦？就算六天班啊。是哦。啊，你有认识的人吗？没有，这一趟都看名字好像都不是熟的。哦，是哦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21号早上到台湾、哦。你要再来接我哦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好啊，那你落地再跟我讲，我再载你啊。嗯。啊，你想好了去哪里啊？没有啊，还没想。谁叫你不跟我一起去？我有事，我没办法去啊，我要男子单身露营啊。哼。什么？什么？男子单身露营可是很畅销的。有吗？那几点要载你去上班？8:15报到了。可是我要去找那个阿丹，我要早点送你去啊。好啊，那就早点去啊。那我们不然也怕塞车。对啊，我早点送你去啊。真的。看一下后车厢。后车厢卡住了，你放后座就好了。啊？卡住了。对啊，反正比较好拿、啊，对、啊，放后座就好了。哦。等一下去找阿丹。好，我知道。可以吗？好，拜拜，顺飞哦。那我弟再跟我说。各位朋友。终于拿到登机证了，我可以去旧金山找老婆了。等一下登机的时候啊，希望可以给老婆一个惊喜，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老婆就站在登机口第一个，我才一上去就被发现。为了怕被她发现，我刚刚还换了一整套衣服，和刚刚在她来上班的时候是不同套，而且我还带了我们宜兰的伴手礼要来给组员吃。等一下机上见哦。是伟哥吧？这
是我们这一次的驾驶兼导游，兄弟、San Francisco。前面那个是云海，你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在飞机上看到我有没有很开心？我同事说还好是惊喜，不是惊吓。我原本想说可以撑久一点，看能不能到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。怎么可能？你刚好坐我那边啊。结果没想到你在那个飞机的那个大门口迎宾，而且重点是我坐的那一区还是你服务的那一区。对啊，想不到吧？我想说奇怪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？那、你有看到？睡睡，你有发现我换了一套衣服吗？就穿帽 T 啊。对啊，可是我原本在你去公司的时候，我是穿另外一套。对啊，好用心哦。结果没想到才那个登机不到十分钟，大概就被试出了。总之，这还蛮好玩的啦。接下来有没有很开心？有没有很开心？有很开心。有。对啊。耶、好啦，我们已经在旧金山了，然后你要带我去哪边走一走？其实我们这个班通常就是在这边睡一晚，然后隔天就是晚上就走了，就大家只会在饭店附近闲晃而已。对。然后因为刚好这个班这次停留时间比较长，那我也没有去过旧金山。我早就想过这个，我在前几天在问你，然后你就说你对旧金山也不熟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对，其实我真的也不熟。所以我就联络了我这边的一个朋友，我的一个好朋友，然后他刚好在旧金山，他可以带我们去绕一绕。但是今天他有事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市区。对，白天我们就想说，今天就是来一个旧金山的观光客行程，市区一日游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去过，所以可能也很不熟，就是要找路什么的。好啦，那我们旧金山之旅开始啦哦，耶、，Let's go。在旧金山的第一餐，一定要来吃的 brunch， 就是我在地朋友推荐的，超大一份，好吃哦。然后这是炸鸡松饼。Tonight I leave familiar for the great unknown. Got a couple broken arrows and my hair is grown since you saw me last. Talking on an old flip phone. Today I shed the skin of who I used to be. Got Sinatra on a 45, I'm buzzing like aCalifornia, one more tim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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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赛海报，超好笑，超多的。可是今天没有很多。他是仰着这样睡耶，超好笑的。Tonight I leave familiar for the great unknown. Got a couple broken arrows and my hair is grown. 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家在金门大桥。干嘛？观光客一定要来这个景点吧。哈哈哈哈哈。Got Sinatra on a 45, I'm buzzing like a bee. Just hoping you'll come fly with me. I took a greyhound down to Georgia, then a rental up to Maine. But how I hope for California in the spring.蛮有趣的，多个你，这超陡的，不是说不要爬山，这也太陡了吧？尬的这个这么陡哎。查一下。